明日之子二，接棒创造。101，李宇春吴青峰华晨宇抢人。李宇春、吴青峰、华晨宇，企鹅影视高级副总裁，明日之子二总监智马严坤 ，Tiner， 人民网北京。六月25，日北京店，记者李岩，实习生方晴晴。昨晚，偶像养成类综艺节目《明日之子》第二季新推官和主持阵容曝光，正式接棒刚刚收官的《创造101》。据宣传方透露，李宇春、吴青峰、华晨宇三位新推官将以全新赛制标准，挖掘更多未被世人发现的素人音乐天才，帮助其加速实现音乐梦想。本季《明日之子》演员杨幂将以厂牌新推官身份回归，而上一季冠军得主毛不易则会跨界主持，与现场导演何炅组成谈何容易组合。节目制作方现场宣布，《明日之子》第二季将于6月30日全面回归。在发布会现场，被网友称为史上最严新推官组合的李宇春、吴青峰、华晨宇首次合体现身。李宇春表示，对比歌手的选拔，自己更在意打造十年偶像，而不是三个月后谁是冠军的结果。吴青峰则以新人身份自居，期待和选手共同成长，用音乐来倾听内心的声音。作为李宇春的师弟，华晨宇一边希望自己赛道的选手可以进入前三的行列，一边非常期待与李宇春、吴青峰的首次合作。2017年以三大赛道、九大厂牌的原创模式进入观众视野的偶像养成类综艺节目《明日之子》，创造了逾40亿的播放量，在第二季赛制全面升级中一战到底将成为改动的重要内容。选手的赛道标签从分组考核到最强厂牌战将全程体现。另外，李宇春、吴青峰和华晨宇分别延续第一季模式，主理盛世美颜、盛世独秀、盛世魔音三大赛道。所谓的新美颜，是从每个毛孔散发出来的个性魅力；新独秀，将不仅需要作品原创性，更注重音乐人内心的感受；新魔音，则期望能呈现出有魔力的音乐表现力，让更多人看到不同的音乐表现形式。